今天是2月8号，除夕的前一天，小年夜。来看看新天地的情况。这是我第一次进来这个一大会馆，以前都是经过。在新天地其他地方逛，看到新叶路了，就走这一条。上海街头跟地铁人都少了很多，出来了，来到熟悉的地方了。